外贸破万亿，这个对四川来说意义特别重要。对于一个奋起直追的内陆省份来说，将来我们的产业更具优势了，我们的交通更有优势了，我们这块可以牢牢守住我们的这种蓬勃发展的态势。我们这次破万亿，对于我们做这个内陆开放的新高地是一个巨大的信心支持，打破我们西部发展的魔咒，内陆地域也可以对外开放，而且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。对于西部省市破万亿的还确实不多，四川省的产业基础有这个发展条件。这个 RCEP 去年生效以后，现在东盟已经上升为我们四川第一大贸易伙伴，这个对四川外贸的提振其实是不是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撑呢？ RCEP 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，特别是人力原产地规则的那个促进了这些国家之间的这个产业分工，就是四川的企业主动要走出去这些国家的产业对接。我相信我们的释放出的这个机会，其他国家也会抓住。我们那个出口产品多元化，我们出口区域的多元化也好，这两个特点是比较明显的。对开放型的制度这块建设的话，那个确实还是需要我们要加把劲，在制度这个建设方面能够跟国外的一些能够实行一个对接。那么下一步可能就是比如说东南亚的那些农产品进来以后，我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深加工，或者这样我实际上是可以带动我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。这个80年代开始的，那个时候呢，整个世界经济呢，它基本上是以工业经济为主的，做这个供应链的时候，就靠海洋经济的就会比较有优势。但是在新的时代当中呢，我们其实一路要向西，内陆城市也需要发展，其实过去是很难的，但是在新的时代当中，它有两个优势。第一个优势呢，就是说它整个这个经济呢，朝服务经济转向了，朝数字经济转向，让你突破了一些就是我们说地域界限，我们通过数字化的连接也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合作。第二个呢，因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往这个人力资本为主的这个方向，也就是往服务经济的一个方向，那它是高质量发展的，它是附加值很高的，某种上是智慧，就它也可以全球要素整合。那么在全球要素整合的时候，那它就变成了是供应链的重塑，或者说价值链的重构，那这个时候也给了其他地区以弯道超车的机会。